40度了，姐姐，你等下去看医生啊。你是不是头很疼很疼呀？早上几点来着？我算一下时间，我算。眼珠都烧红了。这疼不疼？嗯，还可。这呢？还好。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多喝水啊！嗯，心跳好着呢啊！手术放松啊，没事啊，来一下就好啊，擦这吧。果然是假的。